妈妈跟我讲的，她邻居带她出来打工嘛，然后就把她卖到不知道什么地方。那会儿这个爹这个脾气挺暴躁，小说啥说啥，不管你嘴巴碎了碎不了。他想家，没当想家的时候，他就唱山歌。当时接到这个茶曲请求的时候，也确实感觉到不多见，养女为养母找家这种情况还是不是太多。他叫王爱月，正在和母亲告别。中秋节正是家人团圆的日子，然而王爱月的母亲却要前往千里之外的贵州省毕节市。王爱月的母亲名叫郭成飞，出生于1947年。来接郭成飞的是他的儿子们，不过王爱月却说这是自己和几个哥哥第一次见面。王爱月说，母亲郭成飞一生坎坷，关于母亲的故事还要从20多年前说起。王爱月出生于1992年，她从小就记得母亲的生活习惯和村里的人有点格格不入。妈妈喜欢吃辣的，每一顿饭都离不开辣。爸爸吃不了辣，然后经常因为这个做饭的问题跟妈妈吵架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王爱月从母亲口中得知，母亲是在30多年前被从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拐卖来的。这个是妈妈刚来的时候，妈妈刚来那会儿，差不多就是30年前那会儿，刚来的一张老照片。王爱月的母亲回忆，自己被拐卖的时候是43岁，当时已经成家，并生育了6个儿子。为了多挣些钱补贴家用，就跟着几个邻居外出打工，没想到在途中被人拐卖。妈妈跟我讲的是那会儿家里挺穷的，然后她邻居告诉她说，带她出来打工嘛，出来打工能挣钱，然后就把她卖到不知道什么地方。几经辗转，王爱月的母亲被拐卖到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，嫁给了当地一个姓王的农民。结婚第二年，他们抱养了一个女婴，这个女婴正是王爱月。然后就说抱养一个孩子吧，抱养一个孩子，也许有个孩子牵绊上他就不会走了。从小记事儿就说妈妈没打过我，从来没骂过也没打过，妈妈不舍得，妈妈很惯着我，就是我想要什么妈妈都尽量去满足我。流落异乡，举目无亲。王爱月的母亲平日里总是沉默寡言，很少与人接触，几乎所有情感都倾注到了年幼的王爱月身上。我从小记得就是艰辛，就是妈妈一直在不停地干那个地里的活，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些。虽然说那会儿地里打的粮不多吧，但是他都希望那个每年都有好的收成。王爱月记得父亲脾气不好，总是因为生活琐事对母亲发脾气，母亲不敢反抗，只能事后偷偷哭泣。那会儿这个爹这个脾气挺暴躁，说那话了好像说小说啥说啥，不管你嘴巴碎了碎不了。王爱月的母亲一个人的时候，总是唱起贵州老家的山歌。王爱月渐渐明白，母亲的歌声中饱含着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。她想家，没当想家的时候，她就是唱山歌，她就是喜欢唱歌，唱歌然后就哭。每当一想起来，她就哭，她就是偷偷的哭，不敢当着我爸的面哭。于是王爱月渐渐在内心萌生了一个愿望，帮母亲找到老家，并帮助她回家。当同龄的孩子还在看动画片的时候，王爱月却在看寻亲节目。学会了上网以后，王爱月还留意着网络上的各种寻亲信息，希望能找到母亲家人的线索。
不过，为了不刺激到父亲，王爱月的这些举动只能背着父亲进行。2013年4月，王爱月的母亲突发脑溢血，昏迷不醒，情况危急。就是医生那会儿就说：“你别抱着太大的希望，这种，就是，以后就是瘫痪在床，不可能再坐起来，再下地行走什么的。”经过手术，王爱月的母亲捡回了一条命，但身体却大不如前。为了节省康复治疗的费用，王爱月辞去了北京的工作，回家照顾母亲。确实，这孩子不来，他孩子也是不好，他会把他骂。有的了，你有时候那亲生父母还有的那个儿女还不欣赏的。你说他挺有良心，就和那咱们这个土语说挺有良心的意思。每天就是帮妈妈活动筋骨、按摩，因为他特别疼那个关节，有时候他就不想动。我说你不动不行，活动好了，以后我结婚了，我还要你帮我看孩子呢。妈妈就笑，就坚持吧，就这样。在王爱月的照料下，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，渐渐能下地走路，自己吃饭。2017年，王爱月的父亲去世，王爱月决定继续为母亲寻找家人。在和母亲认真沟通后，她问到了母亲原来丈夫和几个儿子的名字，于是到当地派出所申请查询相关户籍信息。户籍上面都有那个头像嘛，然后让妈妈一个一个的挨着辨认，看看还记不记得了。然后妈妈看那个头像都没有一个认识的。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建议下，王爱月又联系了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公安局。王爱月的母亲虽然能听懂贵州话，却因为脑溢血引发了失语症，无法和对方沟通。几番努力后，大家还是没有找到王爱月母亲家人的线索。在朋友的建议下，王爱月将母亲的信息发布在一个公益寻亲网站上。令王爱月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10天之后，就等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。我是9月14号登录的，10天以后，也是9月24号，民警给我打电话说找到了。我当时我以为诈骗的呢，我没想过这么快就能找到，我不相信。联系王爱月的是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的民警肖振宇。肖振宇从2017年开始从事公益寻亲工作，先后已经帮助500多个家庭实现了团圆梦。当时接到这个查询请求的时候，确实感觉到不多见，一般的说。养女为养母找家这种情况还是不是太多。起初，肖振宇在贵州省黔西县的范围内搜索郭成飞的户籍信息，但是并未找到匹配的人员。肖振宇将搜索范围扩大到整个贵州省，但是仍然没有结果。于是他再次对已有信息进行分析，推断可能因为王爱月母亲说话有口音，导致名字被人听错了。就是贵州黔西县那边，他这个成啊，跟那个陈、飞、分这两个基本发音是比较接近的，所以我就试着这个郭成飞、郭成分、郭陈飞这几个名字来来回查询。当肖振宇搜索“郭成分”三个字时，终于有了结果。后来我们找到一个罗姓人家，户主叫罗小华。通过户籍显示，他的妻子叫郭成芬，因为他这个户籍显示二代证一直没有办，所以我们考虑到走失的可能性比较大。由于罗小华名下没有手机号码，肖振宇联系了罗小华的三儿子罗启祥。在询问了一些细节信息后，罗启祥非常激动。他说郭成芬应该就是自己多年前失踪的母亲，他当即把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家人。
开始那个时候，那个小警官把那些照片发过来，我都不认识。然后民警就建了一个群，把我跟哥哥拉到一个群里。当时打开视频的时候，我第一感觉就是，没找错，我妈的儿子跟他长得一样。我后面在里面聊，聊了很多事情，很多事情了解了，才相信他是真的。当罗小华得知妻子已经找到的消息，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我说不管是哪一个，我说因为找到这人都是怀就是在的怀着很不黑，找不到车找不到，你这个把我怎么了。在民警联系罗家兄弟与母亲郭成芬视频通话以后，罗家兄弟当即决定开车前往1500多公里外的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与郭成芬团聚。经过了30多个小时的奔波，赶到王爱月家时正逢中秋节。小鬼人，不能人，小鬼人，不能人。我妈妈坐在那里，我们一笑声一起全部跪在那里哭。我妈也哭了，我妹妹也哭了，好多年都没有妈妈叫了，就那里哭了一场，然后嘛，最后嘛就是高兴嘛。至此，王爱月的母亲终于找回了自己的真名郭成芬，也找到了自己的家乡，是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永深乡的枫乡村。王爱月从几位哥哥那里得知，1990年家里发生火灾，为了养活六个儿子，郭成芬跟随几名老乡外出打工。早上我是早上起来，早上叫我们来给就是来送了来送了去这些人，就叫我就说，咋房子少不要紧，花了没去打两年，要不然两年几个月工赚下来都把房子起了。我母亲走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只是跟我们说，他说你们在家里啊，我出去，他走了，那从那时候走了就没回来。郭成芬失踪以后，家人报过警，几个儿子外出打工的时候也四处打听他的下落，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结果。他走了第二年，我大一点了，我就出去了，出去去那个浙江打工。我们就四处打听了，打听一直都在打听，一点结果都没有。能够帮助母亲完成多年的心愿，王爱月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。但此时罗家兄弟提出想带郭成芬回贵州老家，我说咱们就谁也别勉强妈妈，让他发自他内心，他要想回去你们带他回去，要是不想回去他就跟我在。你再像做到你这样子的，我有可能做不到。不过我问题我会就好了。你那些担心，你可以把它放心好了。有什么就说下。当时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妈妈是一个离不开一个的。我妹妹还不是在那里痛苦了一场，就是不让她走。我妈妈呢，这里一丢不下，那里一丢不下，
他也不知道怎么办，还不是都是一个哭。后来我妹夫说，他还说，不是我说你们几个哥哥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，他说，你们说鸡走就是鸡走，你们都不商量一下，跟我们商量一下。就是隔三差五的跟妈妈视频，看看妈妈。妈妈说，挺高兴的。妈妈视频里胖了，回去也胖了，吃饭挺香的，回去也没有生病。每当我一问，我妈你想我吗？就哭得止不住，我就不敢再问了。郭成芬回到贵州以后，王爱月经常与他视频，每次通话的时候他都要反复叮嘱几位哥哥，让母亲多下地走动，活动筋骨。王爱月打算等二儿子再长大些，就亲自去贵州看望母亲。就想的是等明年孩子大点，他断奶以后能留下来，然后回去看我妈妈，很想妈妈。王爱月希望将来把母亲接过来与自己一同生活，她正在和几个哥哥商量这件事。王爱月知道，不管将来母亲选择在哪里生活，她都会牵挂另一边的亲人。